我跟我老公认识有半年就结婚了，谈恋爱的时候他就把我宠成了孩子，然后过得很幸福。现在结过婚之后都变了，基本上都是不沟通。现在吧，他总是说我变了，说我不喜欢他了，不爱他了，然后又不听他的话了。其实我根本没变，是他自己在变，他只是感觉不到而已。有时候我说话吧，他还曲解我的意思。跟他父母在一起难免有一些矛盾，让他去沟通他都不听我的话。宝宝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承受的，我感觉我现在有点承受不了。我一个人现在在外面工作上班也挺累的，回到家他还因为一点小事和我吵架，我现在都感觉非常的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婚后我们为什么变成了这样？来，掌声请出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程先生26岁，来自安徽，职员；女嘉宾王女士26岁，来自安徽，全职妈妈。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来说说结婚之后怎么变了。我们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就是他对我挺好的，百依百顺的，是是是，特别特别爱我。然后就是结过婚之后了，就是一切都变了。哎呀，然后他就是特别听他父母的话，就是特别的站在他父母的角度考虑问题，就是根本就是不在乎我的感受。说说他怎么变了。就比如说我坐月子的时候啊，然后我就说让你妈妈多照顾我一点，就是以我为中心。凭什么以你为中心？因为我是产妇呀。然后我就说让你们，就是你爸爸妈妈多么照顾我一点啊，不要就是每天就给我端一碗饭上来就行了，孩子就是尿不湿呀都不给我换，让我自己弯着腰去，对不对？咋了呢？然后他妈妈经常不上来，每次我都跟他吵，他就是不听我话。就是我那个时候坐月子是过年的时候呀，他妈妈也基本上就是没什么事了，在家。那等于婆婆没照顾你，对，你就怪她了。怪她是因为我是媳妇儿，她是儿子，她可以去沟通。沟通没？我和我妈说了，因为毕竟她坐月子是过年期间嘛，然后我们那边就是说有时候有亲戚过来走亲戚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肯定要做一大桌的菜啊，然后有可能就到这个时间没那么充足。我确实跟我妈说了，听明白了，等于婆婆需要招呼家里的亲朋。行了，这事儿过了就过了吧，姑娘，那不能回头找啊。关键是宝宝2个月的时候，不是因为他要上班，然后我跟我婆婆带宝贝，因为他们老年人喜欢把小孩子竖起来抱，但是我觉得宝宝现在还小，这样抱就是对宝宝发育不是很好。你对什么发育不是很好？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因为我不太懂嘛，然后、就是、你不懂你说什么呀？我是百度说经常竖抱对宝宝的脊椎跟头部不是很好，但是他爸妈就是不听我的，觉得我挺矫情的，说带个宝宝。我也觉得你挺矫情的。但是我感觉什么事情都让以宝宝为主嘛。你老公颈椎好还是不好？他傻。傻，所以娶了你。他当时对我挺好的。对呀、啊，这傻不就傻好了吗？所以带的没毛病，别听那个。确实是对颈椎有压力，但是你驮住他就行了。人家说是不要这么举着扔。不是力抱，力抱的时候不都驮个脑袋吗？对，因为别矫情了，姑娘。不是这件事，我就是跟我老公，让我老公跟他父母去说了吗？说了，说了，不是没说呀。我感觉他没说，不然的话，他父母不可能就是一直就是那么竖抱。他父母又不是他儿子，他说完他父母就听。但是他是他儿子呀，比我说话管用呀。那你爸妈怎么不来照顾呢？对，我们家那边习俗是。那姑娘，这你们家习俗，我们家习俗就是丈母娘、丈母爹来带宝宝呢。知福吧你。好，不说婆婆的事了，好不好？说她。其实咱俩这么多矛盾，就是因为你没有给我买房子。怎么叫这么多矛盾？是因为没买房子？她当时谈恋爱的时候答应我给我买房子的，说咱俩出去住的，不跟就是父母在一起住，因为就是年轻人跟老年人他不是过不到一块儿去吗？现在咋过不到一起啊？他妈妈需要人家抱娃的时候说弄上来给我抱娃。现在娃长大了，说不需要就住不到一起了。你们这太那个了吧？不是这样的，就是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现在年轻人不是喜欢熬夜玩手机啊，但是他父母就是思想比较保守。这跟买房子有什么关系吗？现在如果买了房子的话，咱俩就可以出去住了，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哦，你如果有房子的话，就可以自己带娃。我每次他一下班回来了，我就说你问你爸妈，跟你爸妈沟通，咱们就是什么时候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我说毕竟，孩子也就都1周岁了，然后让他去沟通，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去。他就是表面上对我好行行，我知道了。不是，你说的沟通的意思是什么？是给我们钱我们去买房，还是说我们钱都准备好了我们要出去住了？
你们看看能不能让他父母给我一个期限，是什么时候去买房子？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嘛，然后我爸爸妈妈一直就是说在家种田啊，然后家里面也没多少钱，你说去借钱买房子的话，压力不又更大点了吗？啊，然后我的意思就是说，让他跟我一起出去找个班上一点，那不就好一点吗？不是，我凭什么要去上班呀？不是，你为什么不去上班呢？因为我们家那边习俗就是把宝宝带到一周或者是一周半的时候才去那个找工作上，8个月他父母就催着我去找工作了呀。再说了，难道就我一个月挣了几千块钱就能够买房子了吗？我爸妈不是说催你去，只是说看你毕竟是年轻人，有可能说在家里面农村又离集镇上面又比较远，在那怕你在家待着无聊，知道吧？所以说跟你说一下了，不是说让你去上班，你曲解这个意思了。我没觉得无聊呀，我天天带着宝宝，我自己想去工作的话我自己会去的，但是从你嘴里面跟从你爸妈嘴里面说出来就感觉意义就不同。